混不二响，技不虚传。中华武术有史以来是以直接取胜为出发点的，是近代人将花俏的动作混入其中。实战的棍法稳扎稳打，棍到哪处都得抓得稳，站得稳。它的主要目的是直接破开对手的架势，打倒对手，不是向人家示范自己有多么轻飘飘，多么柔美的。让我们为你示范实战棍法。这些对称的动作可以让学者熟悉对手的常用攻击路线，以熟悉我们的反攻模式。我们经常讨论以学习如何应付多数武术家的常用技法。和我们一起学习，你会从一个边学边用的角度来体验千变万化的棍法。如果你对我们的八卦棍有兴趣的话，请浏览我们的网站新加坡功夫，或留意我们的 YouTube 视频。谢谢收看。